嘉义市政府举办金婚礼簪活动，为99对老夫妻见证携手超过半世纪的爱情，当中还有32对夫妻婚龄长达了60年，让所有人看到最浪漫的爱情。结同心，阿公身穿笔挺西装，阿妈身着秀气礼服，个个脸上充满幸福笑容。将手中的绣球，子女陪在身边参加金婚，内心还是相当紧张。21号上午，嘉义市政府举办金婚礼簪活动，为99对老夫妻见证携手超过半世纪的爱情。其中有32对夫妻婚龄长达60年，县长和议长扮起月老，用绣球牵起金婚夫妻的姻缘，象征永结同心。我想一个家，幸好每一对夫妻大家携手共度难关，也把一个家大家靠好。每一个家都有真侪故事，我但是伫因即卖脸上的家。家人的笑容里面，只有看到满满的幸福。坚守彼此的承诺，让所有人看到最浪漫的爱情。这次金婚礼赞满是感动，以婚龄最长久达68年的两对夫妻作为代表。虽然每对夫妻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，但从年轻互相扶持至今，即便多了皱纹白发，他们的爱也始终如一。记者蔡崇吴嘉义采访报道。